Hello， 大家好，下午好。Hello， 安莎卡卡卡丘乌鱼冰彻炫神。Hello， 柠檬艾拉。Hello。我的头发有一点毛躁。下午好 ，Hello 黑杰克、福福猫、玄阳，嗨嗨。谢谢卡丘的分享。跟你们说，等一下要来气炸锅面包，我要吃面包。Hello， 秋日红泽伟 ，Hello， 嗨的音乐。播放暂停去。歌单。谢谢秋日红送的闪光星星。气炸锅有登场过吗？有啊，有啊。欢迎罗修泽。Hello， 微如。下午好 ，Hello， 北极熊。谢北极熊送的缘分相遇。Hello， 黑杰克送的祭典会员票。谢谢杰克送的香槟，还是我用微波炉就好了，有点懒。好了，先气炸锅好了。鲜花是魔术上的缘分相遇。Hello， 奶奶。啊，香槟六连击。今天好漂亮没？谢谢。我今天就是头发有点乱的。谢玉人的分享。我要去，我听一下，我找一下。对啊，然后那个。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all。这个吗？对，喜欢听吉他版。谢谢黑杰克送闪光星星，我还好吗？还行还行。疯狂打雷，对啊。We're gonna party like it's already 12 tonight. Just forget about the world beyond tonight. I'm coming for you, cause all I need.It's a beauty and a beast。
谢微积分大师上的红玫瑰。When the music makes you move, baby, do it like you do. Body rock, I wanna feel your body rock. Take a bow.Girl, I'm hot, it's taking now. We're gonna party like it's dirty chop 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all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In life. So, I need is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Can make my life complete. Mm-hmm. 算了，现物以上真情告白。我等下要烤的面包是明太子面包，好吃的嘞。Show you off 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off What you got A feeling I could have never bought We gonna party like it's 30-12 tonight 谢谢对今天要考面包 I'm coming for youCause all I need is a beauty and a beat 好我要去烤面包直接放弃果然了面包在这我来去找我的气炸锅了气炸锅在这儿。嘿，啊！给我放水。气炸！今天头发很蓬松，对我今天头发偏短。都会垫垫着，就我那个纸，就是要拿去拿，所以我都直接垫。看一下，180度，三分钟。行啊，应该就这样就行了。然后就等他就好了，就带你们来操作个气炸锅这样子。我看 rap 是吧？这么 easy 的吗？对呀，就是这么 easy 的。谢谢阳光送闪光星星，谢谢做眉毛送新四叶草。Cause all I need is a beauty and a dream。喝个吃个营养食品，大家。我的胶原蛋白，最近都没有在吃胶原蛋白。的部分，
加拿大要跑到哪？对啊，就很久没有吃它了。我跟家人住。谢谢 Deriva 送的带你去流浪跟香槟。谢谢人分享。谢谢柠檬送的厉害。我要继续找歌单了，我找歌单，找歌单。为什么大家那么怀旧？啊，不知道什么歌。华语嘻哈，华语嘻哈每日特调，天哪！综合新歌即时榜，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是第二名，哎，那么厉害，我的还累。午安，午安，大家。我来了。看一下，摸一下它有没有硬起来。有的，好的，那就是可以了。那我们来把它放回去。我的袋子。嘿，行啊，赞哦！可可，我们回去。谁跟你炸厨房？有 cover 上班地图了没有啊？有吗？有有有有有有有到那个 TikTok 嘛，对不对？有有有有有有有的，我想起来了。其实我昨天吃剩一半，就很好吃啊。明太子面包，像谁都瞒不到被你吸引，又满地铺出这旋律。没错，口感如就很好吃啊，这个不用多讲。那个 laboratory 的面包就是很好吃，这个不用多讲，很好吃。
我每次去买都买六七个回家。真的很好吃。那这里没有啊，已经没了。我这是只有我一个人会把面包分两天，他们一天都吃完了。很夸张吧？洒满天空的星星，关于追寻自信，爱情的足迹。看起来有点硬，没有，完全不硬，完全不硬。它真的很好吃，有些米太子面包咬起来会就是太有嚼劲，但它真的就是超好吃，就是我不喜欢有嚼劲的面包，但它就是很脆，很好吃。肯定不爱韩国面包，食量太小。没有啊，就是一个面包，如果一天把它吃完，那这样热量很高哎，很可怕哎。真的很好吃。有什么歌呢？谢想想送的香槟，哇，想起来六连击，啊，好可爱，这个真的很可爱，霓虹的感觉，我喜欢霓虹的感觉。听过这首歌吗？它是 Mania 噔噔噔噔噔噔噔 Mania， 然后我就拍抖音，不是拍 TikTok， 然后把我朋友的头，就我的应该可以，我看一下有没有，超反的，应该是没有露脸，我看一下。算了，这朋友的头就这样，Mania用他的头，超好笑。我看好像是 Mania， 噔噔噔噔 Mania， 噔噔噔什么？我不会掉，谢谢。
看到破 IG， 不行啊，这太久了，这出太久了，我现在破 IG 怪怪的。而且朋友都拍了，就朋友都拍过，然后我现在破超怪的，可以放弃。不然我也很想拍，这超好笑的，每天是把我头朋友的头打到旁边，每天。太多人拍了，我现在拍奇怪，我应该跟上那个流行的，薛洋刚上无尾熊，不行啊，太多人拍，应该没你啊，我看一下，现在说没有，就是我还是看 TikTok 的东西，然后我会放 Reels， 因为我们放 Reels 比较方便。我看一下，如果说 maniac， 我看一下，账号音群，然后看一下有1.1万，28.1万。对啊，大家都拍完了。哎，1.8万，57.6，1万。IG TikTok 化，对，很棒啊！不然我们不能随便 po TikTok。现在他们都放了。我记得我前一阵子一直在看到《梅尼亚》这首歌。32.2万。那个原子的，但为什么？因为我用错。刚上无尾熊，不知道办感谢，办什么感谢祭？我要讲什么？但是大家破点流行歌，这不流行啊，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个、超久的了。但我觉得，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怎么滑都是 Mania， 然后我想说奇怪，这不是很久了吗？然后没有跟你讲，是要有流量的人才能拍，要有流量的人。那前天滑到的是那个小孩他们的 Mania， 然后就有32.1万哦，32.2万呢，好扯，好多、哦。怎么那么多？没你啊！好现实，32.2万、欸，对吗？32.2万，夸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们最近流量很高，他们最近每次po一篇文都破万赞，不破一万就破2万的。就很夸张，就可能他们那个粉丝人数1.多万或是什么，但赞都可以破到万，就很厉害，在热度上，在热度上。
谢谢 Jacob 送的带你去流浪，都是真粉，就是都是真的在追的粉丝，很厉害。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很厉害，他们真的很厉害，电视上的节目很厉害。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我看一下我多少，6.7万。好，6.7万还行啊，还不错啊。换你的呼吸。那个30几万，那个真的是好丑，我就跟他们说：“天哪，你们怎么可以长那么快？”真厉害！不错。啊！刘小青买到牌包了，我真想买这个，我真想买这个，但我家外面的没有卖。一瞬间。大家说我不知道，我没吃过，但是我觉得榛果的好吃，巧克力榛果的好吃。没有看有没有被 IG 推荐到，有的话就会爆冲。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本身就有流量，然后看一看之后就有被推荐到，然后就爆冲这样。哎，也没有，他也不算爆冲了，32。如果他们要爆冲，应该更多人，所以他们没有被推荐到，他们是靠流量。我们是靠流量。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雨狂风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眼里，我开出了花。触及率很悬，对啊。宝可梦，哦，仙草冻我没有兴趣。多放一些可能会被，对啊。然后我现在知道了，要赶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发。放下战胜，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是怎么来的秘密，我会红眼睛。人多的时候发也是个技巧。没有，因为我那天就是反正就是赶在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发就会有用。但我那时候我怎么记得我那时候是晚上的时候发，就是很晚的时候发。我看一下，好像没有写时间，好像没有写时间。我忘记我什么时候发了。就是要赶在那时候发。
下班时间感觉，你说七八点吗？我那好像是八九点的时候发，因为我记得我是练习完吗还是什么，然后在那边用用，然后就发了。什么也点到了。爱之万的 space 不会，不会。对啊，点到了。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两年，我等着这首歌等两年。真的是从 demo 的时候就超爱这首歌。但又不可能给我 demo， 真的等了两年。而且小孩声音跟 demo 一模一样，我要讲的是，这小孩声音跟 demo 一模一样，超酷，就超像的。谢谢博成送的厉害。点到了，点到了。从 demo 是两年前，就是第六二刚结束，然后要搞原子少年的时候 ，demo 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有，就是制作组有先拍了舞，跟这一模一样，就是这个舞，那个舞也是两年前就出来的舞。然后我就看，然后他们问我说怎么样，我说不错啊，很棒啊。我喜欢，唯一有改的是另一首歌，但这首歌很棒，所以就全部都没有动，然后就给他们弄，很赞。谢谢亮克送的红玫瑰，所以两年前就调，对，迷雾两年前没有那么好看，迷雾两年前没有那么好看，好东西长久还是。我以为没有了，结果出来了。就是我当天去，因为我不是去录影嘛，我当天去，他们说：“欸，天王星点打了。”我说：“真的假的？一定看，一定看，这样子。”就是歌真的很好听。Demo 不是小孩，不是啊。demo 不是小孩唱的，但这个这首歌就很适合小明的点打了，在那变的音，嗯，变的音很好看，很好听。再一次，和 King 比，我喜欢点打了 ，King 是。同时间出来的 King 好像是跟他们哎，小明也点到了，是同时间吗？因为点到了原本不是给天王星唱的，但是我忘记是不是同时间，我忘了。那我喜欢点打了，我喜欢点打了。八零八，撒尤娜拉，你的快乐，酷。我里面就是原子少年看到现在，我最喜欢懒得跟你讲这首歌，不是专门给，不是这首歌，我记得一开始不是他们，两年也熬太久，原子结束感情准备。没有啊，因为原本是两年嘛，2020年开始准备，2021年要拍，但2021年6月原本都已经扣时间了，6月，但是因为疫情所以直接延到2022年，直接延一年了，对，所以
就不是他的问题，是这疫情的关系。而且你知道，我后来去找那个高中同学，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吴玉婷是不是很眼熟？就是如果有看《原少年》的话，就知道吴玉婷这个很眼熟。他是我们那个年代，因为他是建中，就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的人呢、欸。很酷，我就想说，奇怪，这个人就真的很眼熟啊，到底在哪里看过？然后我朋友就说，高中朋友就说，啊，就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不知道他是谁啊。我说对吧？就很红啊，就同世代的高中生都知道他是谁，同世代的台北高中生都知道他是谁，很厉害。但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年轻感，年轻感，太强。因为他那时候是建中热舞的，好像是他那时候是建中热舞，然后反正就是很夯很夯的一个人，对。然后我们那个年就是跟他同个世代的高中生都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忘了，我是就是看节目想说这个人。我真的觉得很眼熟，到底是谁？我到底在哪里看过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这个原因，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忘事情，我真的不会记得事情的人。对，我忘，我只知道他很眼熟，但我忘了，我真的只记得他很眼熟。但其实原子有很多，因为都是街舞圈的人，所以我都有印象。那里面还有跟我，就是反正就是高中，就是因为同年纪的很多，所以都有印象。这好青春哦！我真的觉得他们的歌，大家都说他们就是原子少年的歌没有那么抓耳，但我觉得听久了很抓耳、欸。有你们学校没有？但是有同社团，但是是别校的。对，有同社团，但是是别校的。有唱过高中毕业？你说吴玉婷？吴玉婷我不知道有没有唱过，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欸。听久了就抓耳，就蛮好听的。听久了就会觉得很好听。就是没有我们学校，但是有同社团，就是都手语社的这样子，大家就对有手语社的，所以我知道。你最近选歌选没有？这我第一次放哎、欸，是吧？春香版，还是我昨天也放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Demda 的，然后他就下一首就跳这个，那就继续听。谁做的？我看一下是谁做的。哦哦哦哦，鱼哥做的。子宇作词。嗯，是五颗星牌的。嗯。谢谢做喵喵送，带你去流浪。再把它按掉。嗯，看一下要看什么。胖死也愿意。
懒得跟你讲这个，懒得跟你讲超好听的，我真的最喜欢懒得跟你讲。懒得跟你讲真的很好听，就是全节目里面我最喜欢，因为大家都说，对啊，是昨天的奶盖。当初看你们也是越看越喜欢。跟你们说，大家马可波罗的点阅率上升了，就是关注这些无聊的东西。哎，我跟你们讲过吗？哇哇哇哇！懒得跟你讲，70万嘞，点阅率70万嘞，没有吗？马可波罗点阅率上升了，马可波罗40万，这是好事啊！怎么不好？怎么不好？这是好事哎、欸，很棒很棒，很开心哦。那感谢原子少年，我真的是要感谢原子少年，很棒。我有啊，在我手机里。谢谢柠檬送的掌声鼓励，这首歌真的很棒。你向前走，不管他在说什么专业说，谁做的？博弈做的。那时候你的见是什么见面会吗？他们见面会现场合唱超大声的，超夸张，就懒得跟你讲，我不知道就变成合唱现场，全部人都在唱，懒得跟你讲。而且我那时候在看节目的时候就说，我一定要看这首歌的现场，感觉超赞。这首歌现场感觉就超赞，但我现在有点听太多没有反应了。我看一下，嗯，马可波罗，累大家啊，没有在旁边。我看一下 YouTube， 当天台下超大声的，超级大声。啊，密室大逃脱要回归了，好。突然看到《密室大逃脱四》要回归了，马可波罗，40万，咚咚咚咚咚咚咚！谢谢金米中送的红玫瑰，谢谢肯尼送的浪的心。谢谢思琪送的红玫瑰。你们知道天然茗茶最近就出了冰淇淋，大家来吃，很好吃。台下尖叫声超夸张的，你知道就是，先看一下，马可波罗。当天就是，就可能大家什么水星啊，地球啊，这样土星啊，这样，然后天王星一出来，然后我说哇，什么怎么那么大声？怎么了？
超大声，超夸张。I see you walking by， 你飞翔几次？感谢天空的讲解。和着我展开。想来航海突然下载地球远红方站在长街上你想好胖哦陪你唱陪你打陪你打东方我真的应该要就是对马可波罗太开心了就很胖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发夹就是对有点胖而已我觉得是头发卷度耶、欸、头发卷太小卷了应该要大卷一点应该要大卷一点吧欸这双鞋还在我家还在我家的鞋柜里我这马可波罗的鞋子我把它买下来了但没有机会穿搭我把它买下来了现在看微博在鞋盒里在鞋盒里不是说那时候是人生颜值的不是马可波罗不是马可波罗我应该是第六二结束之后是原子少年那时候原子少年试镜那时候是我颜值巅峰好好笑现在买下来，现在不是都 M 没有啊，我现在是哪有都 M Max， 还是因为我最近都发照片都是那些，没有啦，没有啊，我这就是 New Balance 啊。好嘞。试镜是哪时候？是2021年3-4月吧，应该是3-4月的时候，疫情前，那时候很漂亮。那时候很漂亮。7:15可是婚纱蛮好婚纱照很丑丑到我都不想放婚纱照
没有啦，我好不好看是取决于我胖不胖，胖的时候就很丑，不胖的话就还行。我现在在看这什么 Now News 什么见面会全记录，粉丝的全记录。很厉害耶，真的排很长，7:15，早上7:00就开始排队了。对，现在蛮瘦的，好夸张哦。他们好像10:00领号码牌，然后他们好像6-7:00就去排了。什么全民追星哎，很厉害！哇，用冲的。TP 有人也是6:00就在排队，6:00，我们是排什么啊？我们是排什么？周边？可我们不是对号吗？就是对那个座位座号。公演卖的啊啊啊啊！卖东西，原来如此，辛苦了，辛苦了。公演卖的，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坏的是，就是你买一个区 A 区，比如说3000多块，然后他没有号码，你就是要去排队10:00去拿号码牌，你才能就是看你第几个入场。对，就是你买了。这个 A 区，但如果你很晚去的话，那你还是整在 A 区的最后面，就是很烦耶、欸、我觉得这个超讨厌的，就已经买了，然后但还是要去排队，讨厌，还不如直接用抢的，就抢号码这样子，就抢票这样就很麻烦。都睡饱才去，好坏，对啊，很坏，对不对？我觉得超坏的，要我肯定没有这个动力去，我真的肯定没有这个动力去，太累了。他说穿火星 T 的就直接给他。动力赛事，对，看他们什么时候来台湾。他们现在7月12日是就是演唱会，但就是线上的。嗯，讨厌，讨厌，讨厌。谁？现在是谁？好厉害哦！很久没有看到，那是。很久没有看到，就是台湾有这种女粉场景。看过现场，什么现场 ？SJ 吗？我有看过赫海的现场，我有看过 BNE 的现场，但没有看过全员的，难过。谢谢爱送新四叶草，女粉涌入，对呀、啊，排进去。这个人是87号，087。啊，这 No News 就直接把他整个搬上来，那么酷。无限快转，现场刚送可爱羊驼。
2013年，那也是挺久的。现在看上真情告白，我以前就是我妈都不让我去，很难过，我很难过，就是都没有看到。然后，我现在再把照片从 SD 卡存到硬碟，因为等下要去换相机，10:30可以来得及。8:49。我想说8:49怎么那么早？结果他们是先回家，然后再下去下班路。谢谢思琪送的无尾熊。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趁这个时候，然后原子很红，然后把台湾的娱乐圈带起来的话，那真的很好，就是只能这样。现在在慢慢起来了啦，我觉得，就是希望就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就有成功能看见曙光的一天。嗯，现在开始唱真情告白。看行销，对，因为现在就是在担心原子节目后之后，节目做完之后后续发展，后续的行销这样子。那如果就是一样就是没有起来，那真的就是起不来。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有在成长了，所以还是有一点希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人会可能会觉得就是台湾演艺圈什么然后就很烂不要看什么的，但我觉得不对，就是有的话就要去支持一下，对啊，有什么就支持一下，不然这产业就越来越落寞，黄昏产业怎么可以把不行耶、欸、上一个红的团体是 Special 吧，但是野火不会带上 TV， 当然，但是不是啊？我没有说要用野火带，哎，就是你整个产业起来了，你在这个里面的团体什么都会起来啊，这是一个文化。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没有追星偶像文化了，已经停滞太久了，所以如果这个文化再起来的话，那就会比较好一点。对啊。没有说要找谁带谁，这个这样不对，这不是这样。专题起飞也能分杯羹，没错。没听 Special 的迷妹也是很可怕 ，Special 的迷妹也是差不多就是像原子现在这样，对，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风气先起来大家才能好，没错，大家一起把就是对，要先有这个风气才能，因为真的停滞太久了，对，所以就还在慢慢的起步当中，蛮好的。我觉得詹哥能够做就是做这样第一步第二步，我觉得就很棒很好。所以原子少年最后决赛胜者出道吗？你这样子你这样会让我不小心剧透，对啊，就是那个冠军团会出道这样。浪推前浪，浪推前浪，吓死，对，我吓死，差点脱口而出。对，反正就是冠军团会出。
蛮好的，就蛮好。我要去拿冰淇淋，我们来吃冰淇淋。913茶王圣代，913茶王圣代，哎 ，Hello TS， 很好吃，它就是茶味很重，然后它跟小美就天人名茶跟小美联名这样子，然后在全家卖。913是它的茶的。编号就茶的名字，就是你去天人名茶就会点913鲜奶茶。我啦，我去天人名茶会点913鲜奶茶，就是茶王，它是茶，就是有加人参的一款茶，还蛮酷的，就913茶味啊。就天人名茶很红的一款茶叫913茶王，然后是用它的味道来做成圣代。看过没？很好喝，它是乌龙茶，但晚上不能喝，因为它有加人参，这样那个精神会很好。晚上的话就不会点913茶王来喝，精神会太好。加了人参，这是什么面包吗？人参，对，这款茶有加人参。我看一下啊，有差吗？反正你都四五点睡。我是在跟你们说，就是怕睡不着的人不要吃，不要喝它，这样子。而且我也不想四五点睡，我真的是很痛苦。而且我昨天五点睡，我八点就起床了，我真的很痛苦。干嘛那么晚？我不想那么晚睡啊，睡不着。我睡不着，然后再炸吧。没有，这炸毛是我今天就是头发怎么梳就这么炸。真的老人症，四五点睡，然后八点起床嘛，超累的。我超讨厌养乐多的，为什么讨厌？养乐多很难喝啊，太甜了，养乐多太甜了，又没办法喝。突如其来，没有啊，有人说喝养乐多，我没办法喝养乐多，它太甜了，甜到我没办法喝。讨厌什么都抢到了，为什么？无糖的养乐多，有无糖有吗？我病回去，我不想吃了。
我看一下我昨天还买了什么。我看一下我昨天还买了什么东西。买了马德莲，试一下。早点起床，我今天八点就起床了呢，超累的。但我每天都差不多啊，我每天都八点自然醒。我觉得我可能哪天会暴毙之类的。肺活量大赛，超痛苦。布丁我也不吃，养乐多我也不喝，超可怕的。早睡早起多早？弄早我不是大身体最好起床的，我没有要起床啊。我超累的，但他就叫我起床了，还睡不回去的那种哦，睡不回去的那种起床。小太阳，我的小太阳。吃一颗一个角。不要。我跟你讲，前早上直播，我不要。我都已经四五点睡，我早上起来还要跟他直播，还要看他直播，真不行。那时候比赛怎么吃才硬吃啊，因为总不可能说我不吃这些东西然后就不录，不行啊，那是硬吃啊，超可怕的，真的超可怕的。真的很可怕。早晨几乎都在睡过头。有一次我差点通宵，然后跟他一起去七点直播，我说不要，我要回家。他不喜欢的东西会吐吗？要看东西，很恶心的话就会，但是通常不太会了。我通常不太会吐，除非胃堵住。我有过那种就是胃堵住的那种。我小时候点心吃什么？小熊饼干，我到现在还很喜欢吃小熊饼干。如果要那种甜点零食的，追到、哦、我不追剧，我觉得追剧很浪费时间。我很少看剧，我上次看的剧是，就真的是除非我有兴趣的剧，不然我真的不追。但我真的不追剧，我超讨厌追剧的。就是说，大家都说我是怪人，就是大家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不喜欢，还是会看剧，但是就是有最韩综吗？没有，有试过戴眼罩，有，但是很不舒服，我不喜欢。哎、欸，我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好啦。跳着看，对啊，我就跳着看。昨天头晒，对啊，多晒太阳，不行，我不晒太阳的，把房间变暗，我房间就全关灯了，全暗。我真的很近，我最近一直在被说是怪人，我真的最近哦，
一直被说是怪人。有啊，我益生菌，这是益生菌吗？这应该是益生菌。毛毛，啊，毛毛那个还好。把自己搞累一点，有啊，每天都在练舞，每天都超累，我真的每天都快累疯。做了什么怪事？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也没有做什么怪事，就是我整个人就很怪。我忘记，我想一下是什么。我忘记。白噪音，欸，我白噪音听了会很暴躁。我忘记这好像谁，刘晓晴吗还是谁，然后放白噪音，然后我真的听了超暴躁的，跟弟弟玩桌游可能会玩得很累，晚上睡他才不会跟我玩桌游，他不会玩。对，是暴躁音的部分，真的噪，对对，就是那种烧柴啊下雨声啊那种，那个我真的会很暴躁，我想说啊就安静点不行吗？我是喜欢无声寂静的人，就跟我读书这不行。对，跟你们我想一下，我最近一次觉得很累是没有，就是玩到那个时间坏掉了，所以很累，玩狼人杀玩到早上的那种就会很累。不过有些人可以边听歌边读书嘛，我完全没办法，我不能边听歌边读书，但我可以，就是我喜欢去咖啡厅读书，就是旁边的人就心灵的安静，这样身心灵安静，真的，我就是那种安静的咖啡厅的声音，这种就可以。不行，树妖我没办法，我没有那个耐心。树妖，有人说看电影看到睡着，那个是早上不知道几，我来看，我来看陈宇翔的记录。谢谢朱一张送戳戳你，我也要激动啊！看他笑。早上，上午2:51在玩狼人杀。上午2:51再玩，我看一下玩到几点，玩到三点半吧，应该是玩到四点，然后开始看电影。哦对啊，看电影就可以睡着嘞，对，我电影超好睡的，我看电影超好睡的。我们那天也是因为就是玩狼人杀玩到凌晨4点吧，凌晨4点，然后就
然后看电影才睡着。一部电影搞不好可以，可能就醒了一个小时之后就在都在睡觉这样。去牙睡你的路送的香槟。睡很快那部电影无名常看，我好像我目前我睡最快的是复仇者联盟黑寡妇那一集，那一集我睡超快的，那一集我就直接睡着，就是看刚开始的时候我直接睡着，那集太无聊了，是真的无聊欸那一集。我还吃费南雪，那个真的蛮好睡的。我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又跟我妈去都可以坐 VIP 位，然后可以躺平，还有毯子，我就这样躺平盖毯子，然后在睡觉。然后我妈就骂我很浪费钱，但我真的看不下去。真的是看不下去那一集的复仇者联盟，超难看的。别人去看电影，我是补眠，没错呀。海上钢琴家，哎，海上钢琴家，我好像有看一小段，然后我也是看不下去，但我是关掉，我就关掉了。用不到，对，现在都不到，我去看电影，蛮好睡的，蛮好躺的，很舒服哎，那它就是可以全部躺平的那种，超赞的。变的歌。躺平是 Gold Class， 就是 VIP 位。4DX 没有 4DX 超精彩的，大家捍卫战士的 4DX 真的是好好看啊，超快乐的。有剩今天虾皮免运吗？没有哎、欸，哦，七月七号哎、欸，没有哎、欸。我最近没有什么买东西的想法，我今天没有什么买东西的想法。泡面，我与大道城，我与大道城，耶！所有都拿去，所有上线四 D 都拿去锁，对，那个四 DS 都会就是去。新上线的，对，刚上线，然后因为捍卫战士是太多人敲完，所以才有回来两天的 4DX， 就是 4DX 真的要在一刚开始就去抢。这穿搭是仓鼠线的、哦？不是，仓鼠线动是
仓鼠限动是前几天而已吧，昨天吧，是吗？昨天，前天，是前天，星期二，星期二是前天，对，前天，不一样的，帽子是这个，不一样，那个是很久了，那个是29号，上礼拜，不是的。29号，恐龙上线，遇到恐龙，我觉得恐龙不好看。你说侏罗，侏罗纪不好看。复刻石买不？复刻石我真的是用抢的，我就一直在刷，我真的一直刷，然后疯狂抢，我真的是。一直在抢，我终于抢到了，超快乐。是 DS 回来一个多礼拜，我趁那时候讲到，还有回来一个多礼拜，我那时候只有两天欸。可是你上次说恐龙不错。恐龙就是你要看 4DX， 就是你不管它，因为我没有看前面几集的剧情啊。你如果只单看这一集剧情就还不错，然后加上 4DX 就还行。但结果看完《捍卫战士》之后，《捍卫战士》4DX 根本是神，《捍卫战士》4DX 超神的，很夸张。I'll be back。有三小时那么多，后来开放到七，真的假的？竟然，我不知道哎，啊，因为我看完了。早上就再去玩一次，讨厌！我不知道 ，jump scare 有点多。我觉得，飞机碾压恐龙真的大碾压，完全不用比，就飞机就赢了，差很多。我最近比较好奇水星侠什么时候上，我想看水星侠。雷神还没看呢，我还没看，他是昨天上映是不是？现在位于上的 Kiki 做你的喵。开放时间不是下午两点，我来看一下，看一下我的微秀。我看看，哎，没有，现在都剩数位的。让我看一下雷神。4DX 3D 很多哎、欸。Don't be okay。7月8号，7月8号2点，看一下。但我最近想去看柯南，我最近想看柯南，因为大家都说很好看，大家都对柯南有个极高的评价，所以我要去看柯南。然后他说《魔女二部曲》不好看，对，所以我应该会先看《柯南》。《捍卫战士》真的很好看，
像刚送的无尾熊，先不送我自己 key 转的喵，前面跟后面有麻烦，我应该会先犯困难。对，所有的感觉 不用到4DX， 我平常也都没有在看 4DX， 真的只有捍卫战士的时候。不行，成员都已经找其他人，就找他们朋友去看了，然后没有找的就不想看这样子。所以我也找了我的朋友去看，我的高中同学。虽然就没有什么人想要去看困难，但是真的大家都说很好看啊！我都看很多朋友，他们都说很好看。该去的早就说对，对，但我就是要看就别人的评价，我才想说要不要去看。Be okay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without you.重播了，重播了。Hello, 洛克。我昨天就在说，是昨天吗？我昨天就跟还是前天，好像是前天，就跟蔡老师说，我好想看柯南，好想看柯南。哼，第一天第一场，嗯哼。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喜欢柯南，喜欢到要去看这第一场这样子。他不跟，他约好别人了，所以我就约别人。他差点被我拐去，他差点被我拐去。但没有，他理智回来了。去看《捍卫战士》的时候遇到，哦，真的假的？竟然那么巧吗？怎么那么巧？太酷了吧！在哪里？微秀吗？信义微秀吗？太酷了吧！哦，金站哦，竟然在金站那么远，这是什么？谁在跑？叮当的在跑哎、欸嗯，啊！叮当的，哎、欸，但是。你没有遇过我吗？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就大家都说就是在路上会遇到，但是我都没有遇过。为什么？我平常很难捉摸吗？我的路线。嗯、超乱的。因为想被没有啊，总该就是总会有被遇到一两次，但就是没有哎、欸，就是啊有一两次，但是近几年都没有，都是那种弟弟我的粉丝，
真的，就是请问你是雪钻石的一员吗？这样子，对，就是没有，请问你是 TP 的一员吗？没有哎、欸，都是请问你是雪钻石的一员。我说哦，对对对。反正遇到也不会跟你搭话，但我真的都是遇到，其实你是雪战石翼，我说对啊，你好，有哎、欸，还是会，就是我就很纳闷，就是为什么都没有遇过 TP 的粉丝。不行，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还是有人觉得你选在成语吗？是，我是 TP 的语。我是 TP,AKB48,TP, 然后等我讲完讲完话他就走了这样。团名太长。遇过别人。对啊对对。TP 粉，耶！正常啊。那就是对，好吧，行。头发被我弄到很乱，没关系，放弃放弃，这样是好一点，好像没有好一点，好吧，那就只能这样子了。首歌，看一下有什么歌。嗯，好像没有什么歌。Sugar Cake。Yeah。啊啊大声，等一下我看一下，原来是卡住吗？刚刚卡住吗？他是卡住。有吗？
好嘛？Hello，我不要这首。Hello，为什么？我刚刚用我的，就是我现在是我的手机。我在用我自己的手机，我的旧手机就是刚开了还是没有东西，超坏的。哦，有点紫心。正常。Hello。啊，他直接就是没办法。对，现在是另一只手机。很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其实画面声音都正常，你是看不到留言，看不到，就是整个当掉，然后我再重开一次，完全没有人，重开一次完全没有人。超奇怪，对，但其实我差不多要关了，我就想说刚刚没听到回答，你会二刷的，我二刷啊，我捍卫战士是二刷，我捍卫战士是二刷。反正也当对，还有刷过其他有欸，我想一下，水行侠我二刷，水行侠捍卫战士，还有什么我忘记了，我想一下有什么大热片，不记得欸。一只手说对啊，因为我不常二刷，就是不喜欢看剧的人可以二刷就还蛮厉害的。我想一下，我忘记了，应该就这两部我现在想得到的，没就是直接刷啊，很棒耶，就是期待会有让我更多二刷的电影。要看到几点 ？Right now， 现在我差不多要关了。想要无糖，我都是点无糖，我无糖微冰、荞麦奶盖茶，我所有的茶都点无糖。对，好啦，那我要念排行榜了。大家可以听这首很好听。Seventeen Leaders， 就是 Seventeen 的队长们，是一个小分队。我看一下哦，日榜第十名是安莎卡卡，第九名是乌鱼，第八名是黄恩，第七名是杨千里的路，
第六名是 Jacob， 第五名是中和喵喵，第四名是朱新当，第三名是 Derek 维，第二名是想想，第一名是黑杰克。谢谢你们，为了就是无糖，没错，无糖才好喝。Hello 黄鱼上面会写推荐无糖，我都就是无糖。对，谢谢龙华想送的缘分相遇。有人直接跳女皇的吗？我想说这什么熟悉的开场？无糖我也冰觉得怕，不会啊，无糖好喝。微糖我喝不下去，喝不完，我真的喝不完。这个才是最瘦的时候，我看一下。哦，但还是变胖。双马尾的女皇，双马尾那个是 mini concert 结束之后马上去彩排，很累，非常累。结果现在在看女皇，我那一身，因为摄影棚很冷，然后那一身超暖和的，我那一身穿的跟熊一样，超暖和的。好了，就这样子。大家拜拜，第二 Subway， This is my Subway。 好了，大家拜拜。熊哈哈，我女皇真的穿得很像熊，很暖和。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拜拜。现在公司红玫瑰，拜拜，三二一，拜。拜拜拜拜拜拜，嘿嘿，拜。